我是真的，我才是真的。拖雷机啊，这怎么会有两个拖雷机啊？真的长得一模一样啊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假扮我？我还想问你是谁？怎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啊？我曾经是光之国的科学家，是希卡利奥特曼的下级。我曾经是泰罗奥特曼的朋友，后来在追求善与恶真理的道路上被黑暗所迷惑。我是真的。停，冬瓜，你说。拖雷机啊，一直是一个很酷的角色。你问谁改编的拖雷机啊歌曲多，谁就是真的。我先来，这首隔壁的泰山拖雷机啊版。很喜欢优雅帅气的拖雷机啊，我要喝他的奶茶，还要吃他爆米花，不给钱。哇哦，有点意思，听我的。你这根本就是原唱，继续听我的。托雷西亚小淘气，爱吃糖果巧克力，为什么背叛光之国？为什么喜欢坑泰罗？我有绅士的优雅，也有帅气的铠甲，为什么泰迦学自爆？三人小队好搞笑耶。就这，看我的。你想说什么？我想要带你去光之国偷耳机，然后把赛罗变一顿出气。出个鬼！你出，长得这么丑，我能和你去偷耳机？我知道谁是真的托雷基亚了。我也知道了，你们看出来是谁了吗？下方评论哦。